我前两天啊做了一回猪肘子，这家给隔壁吴老二媳妇馋的嗷嗷叫唤，非让我告诉怎么做的。今天咱们再做一回猪肘子呀，咱们用火烤一下子，去毛又去腥，咱们给它洗干净的，剔掉骨头，加入姜片、食盐、老抽、十三香，咱们给它抓拌均匀，煨了半个小时。腌制好以后呢，咱们给它凉水下锅，放入葱段、大料、料酒，放入冰糖、干辣椒，盖盖，咱们炖它40分钟。出锅以后呢，趁着不烫手，咱们用保鲜膜给它卷起来。卷的时候一定要卷的结实一点，卷紧一点，松了就容易散花了，卷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。在冷藏柜里面，咱们给它放置一宿，去掉保鲜膜，咱们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就可以了。家人们，能不能用你发财的手帮好点个小红心，就给一个吧，感谢你了。